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感谢关注玉石富徐斌。来，今天我们要玩一块水帆鲨哈，水帆鲨一个十几公斤的一个大料子哈。这个水帆鲨马上我们要把它打开，打开就是虽然是一个全赌石哈，但是品质非常不错。非常不错的话，我们来预估一下它一个效果，开窗效果，十几公斤哈，来先看看那个表现，然后再来马上开窗。见证它的一个预肉哈，预制感。好嘞，来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件石头哈，这一件石头有13公斤，它这个沙哈已经有了一种白鳗的感觉哈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认识白鳗？白鳗可是好东西哈，就是在这个沙壳上面有一层白白的哈，其实也可以理解成是白雾，只是比白雾还更高级一点啊。因为它这个白雾下面盖着白鳗啊，一像那种丝丝的网状体的啊，这种东西哈、啊，这种东西是可遇不可求哈、啊。如果你遇到这种东西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非常不错哈、啊。整个皮革上浮着这群白鳗，那、啊、这个料子虽然说是个断口哈、啊，你看这里有个断口，但是断口地方也长了个白雾了，其实是完全不到肉哈、啊，这个完全不到肉，它是有一层白雾的盖着的。盖着的，然后其实整个原石哈、啊，它是不变种的一个状态。一会儿我们来把它打开哈、啊，打开看看的一个品质。但是打开之前我们也研究研究哈、啊，研究一下看一下它的一个表现。好，经常那个白鳗料子哈、啊，它是从皮革上能看得到的。其实你如果是不明白白鳗的话，其实看看它是白雾也行啊。那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白鳗这个地方打开看一下它到底有多清亮啊，肉质有多清爽。很多网友经常问啊，为什么我开完不做货啊，开完不做货啊，是因为这个做货的过程啊，包括那个销售的过程，它是一套系列的，它并不是说开完以后就马上要做货啊，并不是开完以后可以转卖啊啊，或者是就是就算是做货，它也是一个非常长的周期哈、啊。这么大一件我是没办法给大家分享的，所以说我的视频里面经常大家看得到很少有做货哈，因为我是一个玉石商人，玉石商人就是说卖它的一个品质跟性价比啊，所以说朋友们，如果你对做货感兴趣的话啊，咱们会有空啊，经常拿一些小料子进行一个讲解做货哈。那大料子的话，就是赌一个品质，赌一个价值。好，现在安排。好嘞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就是准备把它拆开啊，拆开看看效果是不是预制感发的非常好的那种。先从上面往这上面往上面插开，预制感不错，不错啊，但是它现在太小了，咱们看不太清楚。等一下，我们擦大一点，再看一下它的品质，是不是很清爽啊？现在还看不清楚，因为还有皮肤挡着呢。等一下，开大开枪。下面有那种发黑感啊，这个是玉肉非常非常中老的表现啊。看看这个玉肉的清亮程度。非常不错啊，这个雾还没怎么打干净，等下继续。
你看，开个窗啊，真正赌石人啊，开窗是大面积啊，大面积剥开，看它的一个比较真实的肉质啊。你看这个肉质，整体的是没压光的情况下，它已经有发黑感了啊。这种都是总是比较老的，比较老的，然后它里面的肉质哈、比较清爽。这种清爽的肉质就是做货，它有冰感、焦感哈。那仔细看一下这种品质哈，放大一点，你不会看到一点点棉啊，不会看到一点点棉，看到的只是一些荧光感啊，水头荧光感。其实这个荧光啊，在抛完光以后，它的那个焦感就露出来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料子哈，只是一个落冰状态哈，落化到落冰状态，就是还打不了冰种啊，到不了冰种。落冰啊，起货效果落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而且是非常大件的料子哈。看一下，好，这件料子差不多就分享到这里了。是满满的玉肉哈，非常不错。咱们再最后打磨一下啊，开完窗它那个皮上毛毛的。白白的，其实玉肉是非常漂亮的，它是用那个沙子啊，沙细色细的沙子进行一个摩擦，让它玉肉露出一个接近真实的效果。这个需要一点时间。其实要赌出这种玉肉哈，已经实属不易了哈。实属不易啊，因为清爽、清亮、干净，你这全身不变肉啊。好嘞，刚才那个料子啊，就已经剥开了啊，大面积剥开，大面积剥开以后啊，看它这个鱼肉啊。已经是有发黑啊，这个发黑的话经常有人提哈，就是它这个那个光渗进去以后啊，它是有那个水头跟种缝的，它才会发黑啊，渗进去了，在肉质里面进去反射出来的光啊，然后这些有点白了，这是棉点啊，有些棉点，但整体这个肉质啊非常不错，就是它比较干净啊，然后那个玉质感也非常强。你看这个玉质感哈、有一句话叫做老弱性生那个胜心病啊，这句话也是最近这一两年才编出来的啊，所有的词语都是人就是啊把它说出来的词语，所以说这个词语哈、用在这个石头上面是非常非常到位的，因为你不放大的话你是没法去具体的看见它的肉质的，但这个肉质的话看得很明显啊。但是你乍一看哈、它只是一个高落化啊，其实它是有荧光的了哈、有荧光，非常不错，有荧光啊，而且十几公斤哈、它有十几公斤，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种品质怎么打价啊，其实这些在公盘上哈、它都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价值，是多重啊，什么品质是有价格的。好嘞，感谢大家的关注哈。咱们下期见啊，这一个料子非常不错，这鱼质感美滋滋啊。好给你看开这么大一个面啊，它的还是有那个发黑感的，一般的话如果是种不够它只能开小窗发黑，但是一开大窗它就白了，白了的那个的话就是个落种啊，如果是白的就是开进去全是白白的，全是白白的，那就是个落啊，细落，但这个啊落冰啊，落花落冰的没有问题。好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咱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